看一下这两个距离 r QQ， 它们的力量是 F。你用第二个去解，第二个图去解也可以，第三个图去解也可以，我们就用第三个图好了哈。FQQ 啊、哦，它的电量是 QQ， 力量一样是 F， 距离是2R。那你这上面这个 F 可以写成什么？距离平方分之 KQQ， 对不对？这个 F 我也可以写成距离的平方分之 KQQ。所以同学，你看，你把上面跟下面，哦，上面跟下面去解，你就可以得到 Q， 它是等于两倍的小 Q。对吗？所以大的大 Q 它的电量是小 Q 的两倍，这样这一题我们就可以轻松。